谁唱的？谁唱的？连你们对不对？当时谁做词作曲的？然后我觉得，因为信尧歌是我很多男女对唱歌手，其实早前刚才我们听到了你的道理，很好听。可是接下来首歌是我很多男女对唱歌手，其实是新谣的男女对唱歌手，大家应该都可以。男女对唱不是我跟你对唱吧？你要也可以。这首歌要练过，是要我要找一位老师教我唱啊。接下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是不是唯一的男歌手？好像是姜思健。是的，非常恭喜。